欢迎来到本期全球私人岛屿系列。很少有人能拒绝斐济这座运营成熟的永久产权私人岛屿的魅力。欢迎来到本期推荐的 Dolphin Island。Dolphin Island 位于斐济维提岛东北海岸，距陆地仅约20分钟船程。交通灵活多样，可从南堤国际机场可直接乘坐直升机或水上飞机到达，或选择在陆地沿海岸驾车约 2.5 小时后再乘船前往。该岛位置优越，便于探访周边的热门岛屿及景点。Dolphin Island 占地14英亩，四面环绕着珊瑚礁和碧蓝的海水，周边的水域有丰富的海洋生物，包括海豚和色彩斑斓的珊瑚鱼，完美契合潜水和浮潜爱好者的需求。岛屿的地势平缓而富有层次，部分高地提供了绝佳的海景视野，增强了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。白沙滩与棕榈树形成了热带度假胜地的标志性景观，环境优美且隐秘，非常适合高端休闲度假或私人隐居。岛上已配备齐全的基础设施，包括太阳能发电和备用电源，确保全年稳定供电。淡水通过蓄水池和净水系统供给，独立性极强。高速卫星互联网的发展为现代化通讯提供了保障。Dolphin Island 的建筑风格融合了传统斐济草屋与现代奢华度假风格，既尊重自然又提供了舒适的居住体验。主别墅位于岛的西部，建筑面积超过500平方米，设有四间豪华套房，主卧室直通私人沙滩，房间内配置独立浴室和宽敞的户外露台，能够饱览无边的海景。别墅的开放式设计使起居室与餐厅空间感十足，且采用了木材和石材等自然材料的装饰，延续了岛屿的自然美感。岛屿周边还设有室外泳池、阳台以及船只停泊点和直升机停机坪，便利性十足。此外，岛屿还为员工提供了独立的宿舍，并配备了设备房。所有建筑和设施均维护良好，新投资者无需额外投入便可立即开始运营和享受。Dolphin Island 结合了优越的地理位置、完善的基础设施、美丽的自然景观和成熟的商业模式，为投资者提供了绝佳的投资机会。该岛是斐济稀有的永久产权私人岛屿，目前正在出售中。如有兴趣，欢迎私信询价。我们下期见。